我做管住嗰啲警察同埋 ICAC 嘅时候，我做勾线专员嘅时候，我够大势力噶咯，系嘛？我你有冇大黑唔大材势料力？揸住啊？容易倾好多噶，咁又咁唔会又唔用需啊？要，唔需要，但 胡官啲幽默感真系真系。唔惊嘅呢啲嘢，即系惊咩啊？当年审案嘅时候，报纸都成日 call 你嗰啲法官，惊咩啫？唔惊。我最大嘅废话，呢个角度几有趣啊！